梦中戏答对啦！好，来，哎、欸，还是歪歪的妹妹，开玩笑的啦，逗你的，对啊，哎，很可爱，很可爱。妹妹，你现在读国中还是？高三。高三哦，要考试了耶。真的哦，两个都很重要了，加油好不好？下次来看我们之后带来好成绩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啊，好感人哦。他说负担心更重要，他就感觉有妈妈替他解了。对，所以两个都重要，好不好？好，来换这边了，另外的。来，第五首，请下歌。太慢了吧？好、哦，谢谢。跟你要经典二、哦，有。这个经典。啊，请说，王姐。王姐。金大姐的钢琴。啊！再来。重来，全部都有机会了。大家都有机会了。好，因为你们没有答出来，就有机会要让这次。好，来，麻烦再下歌一次。哪一个？太经典了。好，既然大家都知道，音乐其实就继续播着就好了。我们数一二三，看起来动作比较快了哈。来。手收起来，留起来吧。我还有几份礼物。没有，待会还有很多，还要玩其他的，对，还有玩其他的。我们只有一个名额而已，所以如果没有跳到的话，开始，那不要偷跑啊，那个手在那边一直瞄，瞄怎样的？还要数了，好来，一二三。还是他比较快，那个带头巾的，带头巾的最快，你起立，大声一点哦。好，贯州，那是贯州延伸出来的，对对对，好，延伸，答对，好，厉害的，因为他拿贯州，我觉得他更高级耶，因为就是先有贯州的演奏，然后之后卢姐觉得这曲很棒，大家鼓起这个词，谢谢，掌声鼓励，好，来这个。大家觉得不够刺激的话呢，我们接下来奖品会往上提升，但是相对如那个难度会比较高一点。玩什么？跟接歌游戏。接歌是不是？来，接下来呢要征求五位，真的是呢超爱卢姐歌曲的，而且我们的接歌不会让你觉得说整首唱完，你只要唱对其中的一两句就有大奖可以拿了。奖品先让大家提仓姐哈，来，我们的奖品给大家。李芳姐，富卡，阿阿娇，还有海报，对不对？好，有富卡，有海报，还有阿阿娇哦。注意啊，一整套，富卡是一整套的。来，征求五位要上台，哇，这边就超过五位了。有点来清点一下。那个玩控制的一定要找一位，要我带一个大哥。对啊。谁？你们自己猜选，你们推派一位。你们推派一个出来。推派一个。谁？他。谁？然后。谁？先改条好吗？上来一个。好，那边。裙色衣服美女上来，谢谢。后面有吗？好，我们再加嘛，多送一张刀龙海报。好，后面有男生哎。把、男生来一下，啊，这边呢、这边也有吧，来，这边有没有上来的？有没有？吴宝。对呀。不要，他很担心嘛、担心什么？对啊，没什么好担心的，上来就对了，好不好？对。了不起不会唱，我们再踹你下去。啊，是，对，上来。不会啊。对。不会唱。刘姐这边有人啊、哦，来，没听过很正常。啊，第一个是谁呀？两位。啊，来，上来，啊，所以几个了？五个了，五个了。来，欢迎来我们这边站。好，第一个，来第二个，来第三个，哎，这边推派了吗？来，快点上来。第四个，哎，还少一个。四个。好，两边来，两边来，上来。五位了，来。对。有位男生是不是？啊，
刚刚有男生，哎，杨博出现了。哪一位？那我们六个好不好？因为他刚刚已经选了，好。来，我们多那个六六大顺，好，上来，好。来，东西我先帮你收一下哈。你今天来包包，包包。哎，对，好，一二三四五六。再往，来往中间一点 ，OK。来，游戏规则讲一下，现场的朋友一起为他们加油打气哦。我们待会呢，就像那个百万大歌星一样，伦姐呢是出题的主考官，她会先唱一首歌，然后唱到一段，她会停下来，换你接。接得上，你只要后面那一句接得上，奖品全部都是你的，全部都是你的哦。哦，真的超级好的啊、哦。好，那我们先请六位来宾一一自我介绍，简短的跟大家问好一下啊。来这边。嗯，您就忘记了。讲，难道有花名吗？不是，快讲花名好了。大家好，我姓陈，我来自高雄。戏龄大约十年。所以名字忘记了。好，我认错了。啊，好，不讲名字可以。